好，插播一个最新的消息，就在蔡英文总统跟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会面之后，根据了大陆海事局最新的公告，从明天七号开始将会在珠江口进行军事的演习，时间是在七号的上午11点到下午的3点，将禁止船只进入此海域。这是目前我们收到最新的讯息。